毛委员，你看这里真热闹啊！啊，毛委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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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怎么？别叫我，走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打下永信，又有好烟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晚风和煦。 花香袭人，再加上一支好烟呐，真乃是神仙过的日子啊！啊，毛委员，啊，朱局长，啊，您也来了，您来了。那个永兴县委和地方武装的两个领导啊，要亲自登门拜访，想见见二位处长。啊，我们见过多次了，不稀罕了。哼，他们真正想见的是你朱军长，玉阶兄。哎，哎。 你还是去见一下吧，啊！要去，咱们一块儿去。哎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开我的会，你见你的人。哦，对了，你给我捎一句话，就说我毛泽东啊，很感谢永新县委和地方武装的同志。如果没有他们从内接应啊，我们也不可能不费一腔一弹的趁虚进占了永新城啊！啊，嗯，好吧。哎，天颖啊，我们走吧。 毛委员，这位地方县委的领导啊，特别重要，你必须得亲自见见。这次从内到外的接应啊，他可是立了汗马功劳啊。谁呀？贺子珍。哎，他不是在医院治疗吗？哎，据我所知呀，他送回情报的那天晚上，就连夜返回了永新城，会同当地的武装力量与我们搞了一个里应外合。<笑>哦。 你不愿意去就算了，我这就去见见他们。不过，有个事情我得告诉你。在派贺子珍同志去永新侦察之前，我曾经答应他一件事情：如果任务完成的出色，就让他到部队啊当个女兵。现在该是兑现的时候了。听说你们想安排子珍同志到前委当秘书？是的，可毛委员一直没点头。为什么呀？ 一个女同志当前委秘书，多有不便啊！哎，如果你不同意让她当前委秘书的话，那我可就让她到宣传队去工作了。若兰可磨了我好几次啊，非要让子珍当她的搭档不可。哎，怎么这么沉默啊？打了胜仗应该高兴才对呀！子珍，来吃桃。我们家乡的仙桃。传说啊，有一年王母娘娘召开蟠桃会。 请祝仙君吃桃子，这太上老君年龄大了，腿脚不利索，吃着吃着就滑了手，一不小心把一个桃核落在了人间。这东部落西部落刚好落在了我们永新，时间久了就长出桃子来了。<笑><笑>那这么说，咱们今天是蟠桃会了？哎，少一个人。谁呀？谁呀？王母娘娘啊！<笑><笑>毛委员，别吃了，我对你有意见。 有什么意见呢？人家我和江有田都住进医院了，朱军长和陈主任都去看我们了。你可倒好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，连我回永信了你都不知道。哎呦，子珍同志啊，你是错怪了人了。3年前啊，我在长沙写过一首词，其中有一句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，可我毛泽东啊，没有自由啊，蒋介石不让我自由。 朱培德和何健不让我自由，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也不让我自由啊！这不，打下了永新城，这杨如轩肯定有大动作，可能会连口气都不让我喘呢。现在啊，只有三大自由：抽烟、喝茶、吃辣子。这不，还得通过龙大人的批准呢。毛委员，哼。 县委的领导已经来了，你看看，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。哎，等你要是当了我的秘书啊，你也就没有自由了。秘书，哦，先前呢，何廷颖、板希先、张子清，还有袁文才等同志，哦，陈主任也有这个想法呀，啊，想把你啊从永新县委啊调到前委来工作。 这可是
组织的决定啊。毛委员不点头，我可不敢来啊。我毛泽东也得服从组织决定啊。只要毛委员同意，我就不要自己的自由。诸位啊，毛委员马上就到，趁这个功夫我先啰嗦几句。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呢，是杨如轩设在永新的作战室。据说这位仁兄啊，喜欢在麻将桌上谈兵论道，部署作战方案。哎，现在这个作战室留给我们来使用了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？雨柔，小尚，反正我陈毅啊感想良多。从南昌起义、湘赣秋收起义到现在，已经整整9个月了。这9个月以来，我们一直是在打游击。这游击来游击去啊，有些同志难免就冒油了。我想提醒大家，我们这支队伍是从当年铁军走出来的，就是再打游击也不能冒油。所以我提议今天咱们就正规一把。朱军长啊，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还需要统一一下意见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对啊，对不起啊，让大家久等了。起立。嗯，这才像个军队的样子。坐下。好，来坐吧。我和毛委员、陈主任、王参谋长反复的商议过了，决定采取声东击西、敌进我退的战术，主动放弃永新城。为什么？诱敌深入，集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前次我们兵分两路，获得五斗江歼敌一个团首战永新的胜利。这次啊，我们打算兵分三路，期盼取得更大的胜利。各路人马一定要抓住战机，击敌要害，要打就打他个漂亮仗。完了。下面请毛委员讲话。哎，大家先别鼓掌，等讲完了再说。要是讲得不好啊，中途可以退席。要是能讲到大家的耳朵里去呀，来点掌声我也不会拒绝啊。啊，这是一张前次湘赣两支敌军会剿我宁冈腹地的态势图，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湘赣合围。但是如果湘军愿为赣军火中取栗，战局的发展很可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因此接下来这一仗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呐！我们主动撤出永新城，杨如轩肯定会迫不及待地从吉安撤回他的老窝。我们的主力远袭湖南茶陵的高陇镇，杨如轩肯定认为我们根据地的内部啊，兵力是空虚的，便会让他的主力南渡河水。我们的主力从高陇迅速折回，东袭永新，不但可以迫使进到龙源口和新老七夕岭的敌军折返，打乱他们企图进占宁冈的部署，而且还一定会产生让我歼其一部的战机。据我分析啊，我们在永新和成田之间，也就是在草石坳一带，我主力将会饱餐一顿，重现黄坳和五斗江的壮丽情景。哎，
我都说完了，怎么连一点掌声都没有啊？毛委员，这就说完了？既然有钱的不捧个钱场，没钱的也不捧个人场，我总不能亏待自己啊，我只好自己啊给自己鼓鼓掌喽。快点快点，挺热闹啊。哟，我的姑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啊，我要去看看杨师长。咱一起去吧，要不人家该怪罪了。就送这么一点礼啊？这还少，花了我好多钱。这算什么？要送就送个像样的，送个杨师长最想要的。那送什么呀？啊？你不会想把自己送给杨师长吧？啊？今天我去了趟永兴城。你说什么？你去永兴城了？吃了豹子胆了？那有什么？水深火热的事儿，我也不是没经历过。那倒也是。城里怎么样？几乎是座空城。空城？为什么呀？朱毛把所有的部队都派往永新东西南北四个乡，跟那些穷鬼闹腾去了。剩下的那些人，你一口就能吃掉。到时候，你把这份礼物送到杨师长面前，你说他会，嗯？太好了。哎，嗯，到时候，咱俩就……你这种人办不成什么大事。哼，我知道我陈开才一个人办不成什么大事儿，可是咱俩在一起肯定能办大事儿。杨师长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您完全可以换上一副当初在城楼时的心境。军旅之事深不可测呀，别说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就是我这行伍出身多年的人也难知其深浅呐。朱毛的主力确实去了湖南，这次我们进宁冈肯定和上次一样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何况这次你带了这么些兵，就是毛泽东他从湖南回来了，我们也不怕他了。接连的兵败，吃亏就吃亏在轻敌上了，还是等派去侦察的人回来再说吧。哎，你说永新城内兵力空虚，这可靠吗？王师所至，定然单似湖江相迎。杨师长，杨师长，走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快！哎，来敲起来，敲起来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快快散开，散开，散开！哎，快快快！杨师长在医院疗伤的时候，我本该前去探望，无奈挑不出合适的礼物。今日我让陈开才拿下永兴城，全当礼物送给你，不知能否博你一笑啊？驾。
什么事啊？有客人来了。什么客人？重要客人。人在哪儿呢？在楼下等你呢。哦，走。重要客人呢？啊，哎呀，原来在这儿啊。钱理新任秘书贺子珍前来报道。原来是你，这可龙大。你这一穿军装啊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了。怎么不好看啊？好看呢、啊。我们的永新一枝花，穿上军装，那是绿叶衬红花，令人瞩目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吧。毛委员，以前我到这儿来基本上是做客的，从现在开始我到这儿来是工作的。对对对，工作工作，这工作还干得完吗？我说过，等你当了前委秘书，你就没有自由喽。毛委员，说吧，现在要我做什么？现在？对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一封急信，你要火速送到高陇镇，交给朱军长。我正在考虑谁去比较合适。毛委员，让我去吧。你去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，不过这不是你秘书该干的事儿啊。毛委员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跑腿也是秘书应该干的事儿之一。再说了，我会骑马，路又熟，这封信又很重要，还是让我去吧。好，你马上出发，让特务连骑兵班护送你。骑兵班目标太大了，我还是带上我的老搭档吧。老搭档？对，就是去永兴搞侦查的老搭档。哦，那位宣传队员就不要去了，让他们的队长去送你吧。队长？你是说若兰？久别胜新婚嘛。是。师座，师座，看什么呢？毛泽东。毛泽东，这都是毛泽东留下来的。我听说了，朱毛在我们的作战室开了他们的作战会。他娘的，真会找地方。这一个一个的烟蒂都是毛泽东的一个一个鬼主意啊。师座，别再抬举毛泽东了。论打仗，朱德还有两下子，他毛泽东算哪路门神？朱毛主力已经远在湖南茶陵，吴山那小子再想按兵不动也不成了。谭延闿是什么人？给他捂上十个胆子也不敢坐视不救。就像打牌，也该换换庄家。师座放心，我一定给朱毛一点颜色看看，弄点动静，让师座好好乐一乐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？队伍已经上路了，我是特意来向师座辞行的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我杨如轩一世的英名也在此一举了。拜托了。若兰同志，苏玉同志，苏玉同志你好。你好，子珍同志。军长呢？在呢。我们找他有特别重要的事情。对，我带你们去。走走。朱军长，没耽误事儿吧？没有没有，非常及时，恰到好处。那咱们这趟啊，算是没有白跑。哎，你跟我可不一样，你怎么都不会白跑。
你看，你们好，就是他们，嫂子来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晚上吃完晚饭再赶路，啊？哎，我说朱郡长，我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，也不留我们住一宿。今天晚上，我们也要开拔，返回永兴。怎么那么急啊？你们送来的是什么呀？军情急似火，军令如山倒吗？啊，你们先去休息一下啊。是。看来这个方案已经成熟了。其实啊，这步棋早在我和毛委员的预料之中。杨如轩、吴尚已经完全被我们牵走了，说明我们声东击西、敌进我退的战术已经奏效。参谋长，你的意见呢？部队连夜出发，衔枚即进，奔袭永兴，在草石坳一带设伏，寻机歼敌，直到杨如轩师部巢穴。对，我要强调一句，要打就打他的要害，打他的心脏，打他的脑壳，要伸出一个铁掌把他的脑壳打碎。干什么？赶紧给我组织战斗！团座，会不会遇上中毛的主力？不可能，他们的主力远在湖南。团座，不对劲儿了，赶紧撤吧！五斗江的惨败绝不能落在老子的头上，领了部队，跟我出击！吹出风号，刘安华，别逞能了，缴枪吧！老子跟你拼了！多危险啊！你们在草哨这一口咬得可够猛的，把攻打新老七西岭的那两个团全吓跑了，我们全成了闲人了，看个热闹啊！啊，你应该在家坐镇，这儿太危险了。二打永新呐，是我们的重头戏，我要是看不见呢，会后悔一辈子。这杨如轩还在打肿脸充胖子啊？上次被你趁虚而得，这回呀，总得蹦跶两下吧。毛委员，二中，听说你们在草哨的战斗中缴获了敌人两门山炮。啊，这一回呀，我要让他们自己尝尝他们的大炮有多厉害。那把他拉上去吧。好，快，哎，绑好了没有？做好准备，听我命令，准备冲锋。
哎，这里谁会开炮啊？林颖啊，你不是当过几天炮兵吗？毛委员，我只会打迫击炮，国民党的炮还没弄明白呢。不管是这炮那炮，不都是炮吗？啊，田颖，你试试看，打响没问题，就怕打不准呢。用不着打准呐，啊，就朝那个护城河的城墙上胡乱打几炮，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。这永兴城很快就是我们的了，打坏了还得去修，又费人力又费钱，不划算呐。行，我试试去。哎，我们也去看看。走，来，给我。哎，林颖啊，开一炮啊。好嘞。韩忠，你是参谋长，这个命令还是由你来下啊。好啊，预备放。再来一炮，放。快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啊！不要听他的，走吧。放开我，反了你们了！杨师长，走吧，走吧！快！来来来，杨师长，你先下去，稍微等我们一下，等我们下去以后，咱们一起走。快，快点吧，来不及了！快！给我抬起来。孙营长，还是我们让让路吧。往哪让？再让不就掉护城河里了吗？这桥怎么这么窄呀、啊？娘的，好狗不挡刀啊！袁营长啊，你骂人怎么看着点啊？啊，这么大个儿啊，怎么着？让让道吧？让可以，能不能表示一下啊？表示？表示什么？都说你们二十八所原来的装备就好，这不又捞两把，能不能勇猛一点啊？呵，上我这打土豪来了？有本事战场上匀他！嗨，我们老打不上主攻，老打阻击，这不行啊！我看呐，就是让你们打主攻，你们也未必能行啊！你怎么说话的你？算了，三十一团听口令，向后转，起步走。你们三十一团，耍耍嘴皮子，摆摆场子。卖卖狗皮膏药，也许还行。叫，这小子也太狂了吧！这两仗，他们确实打得不错，狂一点可以理解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什么好事都给他们二十八团啊？哎，孙营长。嗯。啊，罗代表，你们好。嗯，我正在找你。你们二十八团找我有事儿啊？俘虏队里有个大个子，说认识你们两个，吵着要见你们。在哪儿呢？把那个大个子给我带过来。就是他。长官好，长官好。不认识我了？曹富海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你小子又被俘了。哎，这次我一枪都没放。就投降了，投降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舒玉同志，把他交给我吧。这个，嗨，有问题问我曾世和啊。好吧。哎，来，怎么样？这回不走了吧？毛委员说了，如果你要留下的话，我们三十一团就有两个大个子了。你们部队开始发饷了吗？听你的意思，还是要走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毛委员说了，来去自由。对，
如果你要想走的话，我们还发给你路费。真的？你们的规矩一直没有变？毛委员定的规矩，那就是铁打。朱主席，我不知道你这辈子还想不想见我。魏座，我知道你会生气，所以我一直没给你打电话。我给你发了一份电报。我不生气。你堂堂的省主席都不生气，我生什么气啊？魏座，朱某有负厚望，有辱使命。哎，朱某真是惭愧万分呐。魏座，我。魏座，魏座，魏座。那个杨如轩，他到底是死是活？他到底会不会打仗？魏座，杨如轩与我是同窗，15岁，未必家累，替兄从军。这个人洁身好学，饱读诗书。饱读诗书？饱读诗书还不越读越书？这一次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魏座英明。可是什么？魏座，容朱某斗胆说一句。杨如轩已经尽力了。平心而论，从我从军领兵打仗这么多年来看，还从没遇到过如此强悍的对手。朱某真是非常人可比啊。你是在指责我？指责我轻敌了？不，属下不敢。其实你指责的对，我也正在反省我自己。总以为秀才造反3年不成。以致我问你一句，你是朱某的对手吗？我朱某不才。你就不要谦虚了。据我所知，你和朱德可是有模范二朱之称。这次你就别为我中运筹。你这个总指挥还是亲自披挂上阵吧。感谢委座信任，不过有什么要求尽管说。谢委座。委座，既然是会剿，湖南那边就不能光造造声势做做样子吧？不能剿而不会吧？那好，我就任命湖南的鲁迪平为副总指挥，受你接之。谢委座。魏座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讲。我想把杨师生的第9师从东北调回来。我打算这次撤掉杨如轩的总指挥，由杨师生担任前线总指挥。您看行吗？可以，我答应你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个杨如轩？让他闭门思过。不，哀兵必胜。还是让他继续出征。这二杨是你的左膀右臂，我总不能让你这个总指挥成为独臂将军。感谢委座给了他这次带队立功的机会。请问委座还有什么训示？训示没有了，只想告诉你一个消息。中共最近在莫斯科要筹备召开6大，其主要头目恐怕都要前往，估计也少不了毛泽东。这次会议之后，中共肯定会有大的动作，因此还望你们捉住战机，务求速战速决。记住，称朱毛为匪，可别真的把他们当成笑聚山林占山为王的土匪。他们可是一个政党，一个有政治纲领，一个有组织体系的国际性的政党。这正是你所说的
非常人可比的地方。是，没错。若兰，若兰，你经常到那个润之的那个房间去看一看，看看有什么药补的、药洗的没有。你呀，就别翻老黄历了啊！哎，怎么是老黄历呢？我总不能和人子珍同志抢活干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哎，若兰，这说起来，你可是他们的大嫂啊！那也是沾你的光啊！哎，他们俩的事儿啊，你经常啊关心关心。该关心的是你，你既是军长，又是大哥。于公于私啊，你都得关心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让你去关心，不就等于我吗？子珍那人可不比我啊，人挺有主见的。你就没主见了？你挺有主见的。哼，我哪有主见呀？领导谈字话呀，就把自个给卖喽。什么？卖了？哎呦呦！哎。那你当时啊就应该啊和领导讲条件。讲什么条件呀？哎，你就说我和朱德结婚，朱德比我大，他得照顾我，朱德在部队当军长，我武若兰得在家里当军长，他得服从我的命令，听从我的指挥。哎呀，请进。哎，毛委员，小嫂子，哎呦，刚才我还听见你们两口子开心得很嘛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毛委员过来坐，来来来，看你这个样子，肯定是也有开心事。我有很多高兴的事。啊，来来来，坐坐。你们聊，我去把衣服洗了。好好好，来，来，于杰兄，刚才江西省委通过吉安的同志送来了中央的指示信。怎么说呀？这三封信呢，不是同时发出的。到了我们这里就一揽子给了。这三封信呢主要是说三件事。第一件，中央在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规定，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。红军？好啊，那我们这支部队就叫中国红军第四军。对，简称红四军。啊，这第二件是对我们要求建立湘赣边界特委的批复，中央和省委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建议。太好了。自从前委被周鲁取消，致使边界顿时中心各自为政，出现了很多不良现象，因此我想借我军二战勇心，军事斗争迭获胜利的势头，抓紧时间把边界党的一大开掉。嗯，我完全赞成。形势的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机关。好，于建兄啊，哎，不打扰了。哎呀，你别走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事情你还没说完呢。我说了几件了？你说了两件。哈，还有一件是我个人的事。哎，那就更得说说了。就是通知我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。啊，好事啊。